今天下午参加考试，早上进来的考生去第十八家集训了。你好，祝贺你。哎，谢谢啊。你能说几句吗？我能说几句吗？能考上我很开心。我希望能同样的幸运的进入三试，真的。三试什么时候啊？三试得17号来看榜，我希望榜上还有我的考号。啊，今天下午就复试了是吧？哎，对，我没轮到今天下午，我是13号。13号，那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祝你成功。谢谢。谢谢你。